你如果不把四年前的事情说清楚，我保证一辈子盯死你。你说你追唐毅追那么久，要是不认识你的人，还以为你暗恋唐毅。人呢？他是黑道，我是警察。哎，同志，话不要说那么满，老天正在打人脸。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，你要保护我。对啊，人民为了避免立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之危险，就可以向人民保姆，也就是警察，也就是我本人提出申请保护。你觉得自己想出来说声谢谢很难吗？我不会让个警察看在身上。你不能拒绝，我们是半个朋友，不是吗？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是真心想要表白，我也会一直盯着你。一直盯着我？对，盯着你。你要干嘛？